校园里看着你是不是彭丽媛，脚步抬高一点，自己跑起来，快点，欧嘉玲郑丰毅不要落后了，跟上队伍，快点，好，上水了，你会很如雨模样，我真的是跑不动，一大早跑什么步啊？喂，你们这些同学烦不烦啊？难道以后每天你们都要这样抱怨吗？做什么做什么？徐老师，你刚刚是说每天吗？这么惊讶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从今天开始呢，以后每天早上5:30就在操场给我集合，由小弟我亲自监督你们跑操场5圈。认真，认真到不要不要的。另外，谁再让我听到在抱怨的话，再加跑5圈。我最爱跑步了，太跑步了，去去去，跑步跑步，快点，跑步，别跑步，一，我好爱跑步，我爱跑步，我不爱跑步，我爱跑步，我爱跑步，哇，现在才几点，你班就在跑步了？没有，我看他们都是一脸哀怨，应该是被逼的。你看你跑。徐老师早。早啊，两位同学。看两位同学对我的训练方式好像有点好奇，是吧？是啊，徐老师，为什么乙班要晨跑？同学，我告诉你们，一大早晨跑呢，可以让我们的新陈代谢变快，同时可以更快速启动我们的脑袋，精神也会变很好。偷偷的告诉你们一句，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学测。只要我们的身体可以适应更早的启动时间，那么早上在答题的时候，思路就会变得更加清晰哦。太快了，太快了！不要，快点，别打了，我不行了。阳光照在我脸上，果然是校牌第一，就是这么的自动自发。不让现实将你我捆绑。哇靠！好的，我这个真的好累啊！我不行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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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不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 ，TVBS 42台《机智校园生活》必胜高三生。